哎，那个嘛，想我了嗦？麻烦你，赶紧不要那么好。哎呦，又不要那个虚伪嘛！所以你们那些女娃儿都是我想嘛，都想嘛，想哈又有啥子嘛？又不犯法。再说毛主席说的，一切邻居啊，都要互相爱护、互相帮助。打胡乱说，毛主席不晓得好久说过那个话的。哎呦，嘴巴不要翘起嘛！ 我晓得，好久都没来照顾我们柴老板的生意了。啊啊啊！我们柴老板的心头空，好好的。好好好，不急不急，拿包烟拿包烟。不得赊账哈。哎呦，说那些，赊账。来来来，拿起嘛。现金。啥子？红梅都把我打发了哇？我肯信。 你娃今儿要吃红塔山了？红塔山当然不得吃哦。好道德。拿包中华。耶，刘卫东，你娃今儿捡到皮包了吗？啊？哎呀，话不要说得那个难听嘛，捡到皮包了吗？拿货拿货。你明明晓得我在那不卖中华噻。啥子？ 你的中华都不卖呀，刘卫东，你晓得我们现在装疯迷窍的，你看到家里哈这边哪里有人来卖中华嘛？哦，我可在这不发霉哟。<笑>现在我们现在装疯迷窍的了。哎，幺三，啊，来，啥子？我问你，啥子嘛？你平时看到我们家里哈哪个在吃中华？中华，啥子中华哦？中华烟卖三十几块钱一包。三十几块钱一包？ 哪里有那么贵的烟咯？你还不安有恁个贵的烟哈？别个刘卫东都要吃恁个贵的烟。刘丹儿，嗯，你要吃那么贵的烟呐？啊，啥子嘛？不过三十几块钱够嘛？那个有啥子嘛？喂，耶，刘卫东儿，嗯，歪门邪道走不得哈。 要走正路哦，听到没得？哎呀，我吃包烟又啥子，又走到歪门邪道高头去了嘛。刘卫东，那三十几块钱一包的烟是你吃的吗？哎，要啥子爪子哦？哎，瞧不起我们家里哈的人嗦。哎呀，三十几了嘛，三十几，我刘卫东，喊我刘经理，我就是要吃。刘卫东。 刘经理啊，你上一回那个公司还没有开出个名堂来，哎，这一回又要开个公司啊？哎呀，张妹妹，你老人家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就是要找你。找我？哎、找我干什么？哎呀，找你谈别的不是？去，你找不到话，龙门阵来拜了嗦，那我老头子开心。哎呀，张妹妹，张妹妹，哎，你莫走嘛。 你听我跟你说嘛，你说嘛，那个，哎，张妹妹，那个，明天我请你老人家在九重天喝早茶。嘿，你们都听到的啊！他刘卫东刘经理明天早上请我到九重天吃早茶，那个嘛，未必那个还有假吗？ 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好，哎，刘经理，你好久也请我们去吃一盘嘛？
哎呀，没问题啊，那个有啥子嘛？到时候只要有空了，那个我请家庭孩儿全部。哎呀，我屋头老鹰茶、虎顶茶、沱茶有的是，稀罕你来请啦。好吃个鬼！坐到坐到，张元白，坐到。啷个的？他刘卫东的爸爸有好吃的啊！他请我上秋冬天，那是有目的的。啥子目的嘛？他算了算了，我不说了不说了，说起来我就来气。哎、张元白，你不要怄气，啥回事嘛？我怎么不怄气嘛？啊，你说嘛？他刘卫东居然要揍我！哎，说起来我就怄气，不说了。他啷个要走的？他向我推销那个天堂公寓。天堂公寓？哦，难怪不得刘卫东现在要吃30几块钱一包的烟了哦。他现在成了房地产公司的经理了啊！哎，张伯伯，张伯伯，他那个公寓好多钱一个平方？5000。啊？啥子公寓哦？要卖5大5000呐、啊！哎，张伯伯，你嫌贵了吗？你不买就是了噻，你何必怄气嘛？哎，怄气要伤身体哦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呀，我怎么能不怄气嘛？嗨，为了让刘卫东他鼓捣你买呀。他敢？对了哦，那你怄啥子气啊？我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说不清楚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哎，张伯伯，张伯伯，张伯伯，哎，老欢笑，嘿。哎，刘德儿，啥子？我来哈来。啥事？刘德儿，嘿，你娃的生意做大了哎。哎，哪里哪里哦。哎。听说你娃在搞房地产了哇？哪里哪里！哎呀，你签啥子虚嘛？又没拿找你借钱。哎，再说你发了吗？哎，我们家庭号的人也跟到光荣噻。嗯，当然。你要说是做房地产生意，也可以那么说。刘丹。哎，你那个啥子公寓哟、哦？哎，要噻。天堂公寓哦，对头，天堂公寓，嘿，那个卖到去5000块钱一个平方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杨生，周代表，你要不要嘛？啥子？我哪里来那么多钱咯？你是开玩笑？房子买下来。一套可能要30-40万喽，买不起，买不起。要不到，要不到。那要好多嘛？最多3万块钱。你娃又在那里假打了，一个平方都是5000，一套房子起码也有60个平方嘛，那不是30万是好多嘛？哪里要得到50-60个平方嘛？他最多5-6个平方就足够了。啥子？5-6个平方就足够了。还我没了，放到去宽敞的房子不住，跑到你那里花个几万块钱，住个4-5个平方、5-6个平方，我才没不醒喽。哎呀，要事儿，那个宽房子吗？那个是活人住的噻，未必你死了你还住得头说。哎，你老人家莫客气啊，买我们天堂公寓，嚯，那不是说的话，那更是说的话。我们是请你教授一级的那个风水师选的地方，我们那个风水还那不是提醒了，不摆了。面对长江，背靠高山，塔的是龙眉，山的是龙旗，坝的是龙光。哎呀，舒服得很，埋在我们天堂公园，把你那个啥子儿子儿孙一下都给你保佑完了。哦，那个不是提醒，那不是，你看那个哦，昨天一个老太婆。就在我们那个地方买了一个位置嘛，他头天买，第二天他3个儿女，嚯、哦，马上都发财，中的中大奖，那个捡的捡跑车，还有那个老太婆的眼睛哦，都笑眯了。
说了半年，你说的是买坟山嗦？难怪不得把那个张伯伯气成那个样儿喽！到被你八百年，你万年死哦！哎，哎，姚婶儿，哎，姚婶儿。太生气了，我不晓得那个有个啥子气头。哎，刘东，你啷个不给你个人买一个呀？我个人买的爪子嘛。哎，你今天买了吗？你明天就发财了噻。我二天再说，二天再说。哎，张伯伯他今儿早上那个早茶吃没得？他吃个屁！我话都没说完，他把脚就走了。哎呀，害得我点了一桌子的菜，推又推不动，还胀得我抻筋儿抻筋儿的。浪费，浪费。就是。哎呀，早晓得你把我喊到一路噻。哎，老实话，你买不买嘛？如果你孝心好啊，你就给我买一个嘛。哎呀，别个现在年轻人买你买多得很嘛。我说你娃是个宝器。办完了，办完了，人都累死了，弄死。一听他说，这个啷个叫办完呢？哎，那咋个办才叫办完哦？你看嘛，你亲自收你老汉儿落的气，你亲手给你老汉儿穿的寿衣，你亲自给你老汉儿订的棺材，哎，亲戚朋友来了18桌，看嘛看嘛，哎，这个洗碗水把我烧都泡白了。还要咋个嘛？是，别把我累死才叫完，是不是？一累一累，我没有说一不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老汉他还没有下葬噻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啥子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哈，剩下的事情不要找我。是，我说不找也，这个事情我一个人管。也不准你管。屋头兄弟姊妹一大趴啦，还他们把老二买了嘛，就是了嘛。话总不能恁个说嘛，那个总要请个风水先生啊，啊看看风水呀、啥子的、是不是啊？要买就买个好地方噻，哎，今后儿孙嘛也都好些噻。我跟你说啊，白小娟儿，这次办丧事嘛，我们的钱算是出的最多的一个，你那些下力气的活嘛，就找他们嘛，不要来找我。哎哎，梅姐，哎，梅姐，梅姨，白小娟儿，这儿来。哎哎，哎，白小娟儿，你屋头哪个死啊？哎，白小娟儿，还哪个呢？明天再说，明天再说啊。哎，哪回事？哎呀，白小姐，哎呀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我是等你好久了。啊，啷个嘛？嗯，哎呀，是，我晓得了。听说你吴老太爷长期休息了哇？就是。哎，我还听说你吴老太爷还没有入土为安。就是。哎，那是啷个的啊？哎呀，我们那个老家呀。山倒是多啊，但是政府不是规定噻，只准合葬，不准土葬。哦，哎，这个当然也是政策，也是对的。对对对。但是我老汉儿临终的时候啊，他又再三招呼，说他死后啊一定要给我埋。哎呀，所以一看这个事情呢，就一直你看现在就只好窝在老家的堂屋里面。哦。一看这个天气啊，就是就是，一天比一天热。啊，你这个每天呐、啊，那个不用说是住宾馆的钱了、啊，啊，那个每天消耗的定位都找不住哦。一看这个事情啷个办了？这个，哎、哦、呀，啊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哎呀，那个事情，你啷个不早点跟我说啊？嗯，我们街坊邻居一场，啊，我的卫东别的忙帮不到吗？那个忙我还是帮得到噻。啊，哎，真的啊？哎，真的啊，
我刘卫东好久说话没做过数啊！走走走，我带你去看个地方。现在就去啊？那不现在去的，等到哪阵呢？哎呀，我要回家做饭了。俺大妹你回来，我又要找他的个。蔡军，能哦？说你大妹你回来了，你跟他说一声，都说白小军已经回来了。刚刚又弄不到接到电话，说医院有重病人，又把他喊回去了，听没得？要得，去嘛的。老板你好。哎呀，白小军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卫东，哎，那回呀，真是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也太对不起了。哎呀，莫说那些应该的，前凑齐没得。哎呀，是恁个的，你听我说嘛。哎，我从前天晚上就起啊，哎，把我在重庆市的全部同学朋友噶哈，他们的门都敲平了呀。嗯，我这个人也晓得噻，哎，脸皮薄啊，最怕开口求人。当然，这回这个事情也没得办法的哈。嗯。脸皮再薄，我也要开口求人噻。就是。我下达最大的决心。嗯嗯。哎呀，我回到我们医学院。嗯。找到我们那个秦教授。嗯。我们那个秦教授啊，他虽说是姓秦呢，可是他一辈子他就不说一个秦字。嗯。你猜他啷个说？他啷个说？我祖宗八代都姓秦，我还说啥子秦呢？秦才乃身外之物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何足道哉？文道为道德文章啊，他说是传之千古，永垂后世啊。不过最后一句话倒还是听的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别小军啊，哎呀，我这个人你信得过吗？有啥子忙都可以开口，尽管找我。没得问题的。就是除了接亲。”哎，你是几十个人了呀，是儿是女儿嘛，你都早下地嘛，你钱到底凑齐没得嘛？哎呀，没有啊。那还谈个串串来谈？我凑足一部分。好多？两万。那都拿出来噻。哎呀，我怕恁个不好点嘛。啊？有啥子不好嘛？对你说差一万个嘛？不存在的，那个办法，你现在只欠到两万，有啥子办法呀？我现在都只有看样子，都只有去给我们那个。看到我们街坊邻居的，说老实话，我都只有去给我们董事长下岗改装了噻。就说是我们舅舅死了，那个关系扯远了哈。晕了的。我们爷爷死了，亲爷爷死了，还喊他照顾一下，就先给两万作为定金，把老太爷埋下去了再说。那个你还差那一万呢，我希望你在一个月之内，你把他给我凑齐。哎呀，不得行，那万一公司查起来啷个办呢？哎呀，不存在，哎呀，说那些有啥子事情，我承担起，我承起。哎，再说嘛，那个事情我还是不好意思的。有啥子不好意思嘛？哎呀，那个麻烦也我心里过意不去啊，噻。有啥子过意不去嘛，噻？再说我也不好都白占你的气头噻。你占了我啥子气头嘛？你想嘛，你刚才说的啊，那个意思的话，那就是喊我啊，老汉喊爷爷。那我不是成你老汉喽？哎呀，你只要把钱拿出来，我都是喊你祖祖都要的。来，好嘛。哎呀，那个事情你千万要跟我保密哦。你放心，你千万不要让我老婆晓得的哟。哎呀，你放心。招呼都不打一个，三天三夜都不落户，你回来干啥子呢？哎，你不要回来噻！哎呀，白医生，不是我说你的话，你啷个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嘛？还得你的爱人金蛋急疯了，我们去金蛋打110报警了。刚才刘墩才在说，你回老家去接你们老太爷去了。
借来没得嘛？借到的。哪个是那个呀？我这俺妈没当了我老汉儿一个心愿噻，说是老家不准卖呀、我把他运回重庆，把他卖了就算了噻。哪晓得还没运到县城，我就被新民政局的同志晓得了。我新公安局的警车把我们拦下来，强迫了我们拉到火葬场给烧的。烧就烧了嘛，你把它活活抱回来做啥子？我跟我老汉儿一起买到天坛公寓，我想拿回来还是可以卖噻。啥子？哎，你好久买的哦？我出去一起买的。你哪来的钱呢？我找同学和朋友们借的个。借了好多？3万。哎，买的。现在政府把你的啥子天堂公寓查封了，是对你的挽救，是对你的帮助嘛？不是这样，你越活越远，而且真的是拖不到早走了哦。这件事情啊，提起来我就有气。不过呢，说句公道话哦。刘卫东在这个事情上还是有良心的啊！他在政府查封天堂公寓之前，把白小军交的20000块钱定金退回来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不把赵老师气死才怪呢。哎，刘卫东，你说你是你们天堂公寓公司的经理，那你手下管好多人呢？我们全公司的人都是经理，管得到好多人吗？你们还不晓得说，那个解放碑啊，掉下一批叶子，打到12个人，那有一打都是经理。哎，刘卫东，你推销天堂公寓的那个坟山，他们给你好多佣金呢？好多？没得好多。哎呀，说嘛。好多嘛。好多说。70%。啊，人这么多啊。哎，少儿，你推销出去几个公寓吗？都推出去了白小军那个。哎呀，跑了一个多月才推销出去了一个。哎呀，所以说别个喊你喊刘少儿呢，都一个多月了你才推销了一个。哎，像你那个一天到黑耍耍打打的干，不喝西北风才怪嘞。西得好只小头了一个哟，要是多小头几个噻，怕那哈儿是在公安局里头做鸡圈儿。拆皮两斤不共事，鸡毛蒜皮有眼光看，不管心思脏，老公有遇到新朋友，拉小东说到做到究竟了，爱是你司机。开放邻居，开放邻居，翻开报纸，翻开报纸，福利彩票出了大奖。开放邻居，开放邻居，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视，又看到黄热球迷，比尔盖茨的龙门。